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产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社区名称叫做良辰集市。我们这个物件刚好位在中庭二楼，这个物件屋龄有23年多，我们目前总楼高有22层楼，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7平，室内的使用空间有28平多。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捷运周边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社区名称叫做良辰集市。物件总楼高有2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7平，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算是一个早期低公设的物件。目前报价是16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47万出头。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走路不到400公尺。附近的学区非常的多，有乐立国小、广福国小、新北高工，还有亚东技术学院。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主卧室的卫浴跟我们室内的格局。你们目前看到的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使用的空间很宽敞。我们主卧室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浴缸，可以让你们下班以后回家泡泡澡。先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良辰集市，会在于我们土城区中央路一段。我们这个物件总楼高有22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7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目前报价是16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7万出头。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走路大约不到3分钟，轻松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捷运站。步行大约只有400公尺，慢慢走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捷运周边的物件，
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屋龄有23年多，屋主持有了20年多，持有的年限非常的久。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格局跟我们的屋况。我们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3个阳台，使用的空间很宽敞，室内的坪数也非常的实在。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总楼高有2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7坪，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8坪多。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边刚好算是属于海山商圈，走路的距离大约只有不到400公尺就可以轻松地到达海山捷运站。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完整，不管是你们要买日常用品或者是大型的家具，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轻松地到达。我们附近也有许多市场，有裕民市场、学府市场，走路的距离也大约只有600公尺以内。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一定要赶快来参观现场。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合成胶，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这个房间比较小一点，小朋友在居住的，一看就知道，因为我们墙上有涂鸦。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有电梯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来参观现场。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步行的距离大约只有400公尺。附近的学区非常的多，有乐利国小、广福国小、新北高工，还有亚东技术学院。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来做服务。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室内的景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我们总共有3个房间2个卫浴，使用的空间很宽敞。由于我们刚好是边间，所以我们三面采光，采光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生活采买也非常的便利。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三个房间，现场的格局真的很宽敞，使用的空间也非常的漂亮。由于我们这个是低楼层，
虽然这边有电梯，但如果你们本身也不在乎，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家屋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们大家实地的来参观现场。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我们这个物件是早期地沟社的物件，全幢将近有37坪，我们的公社也只扣了7坪多，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坪多。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参观我们的厨房。这边是我们的厨房，先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的后阳台。我们旁边就是富邦银行，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像这个地点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现场还有天然瓦斯，不用刻意打电话叫瓦斯行叫瓦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实地的来现场参观，现场感受才知道是不是符合您的需求。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叫做良辰集市，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物件总楼高有2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7坪，室内的使用空间有28坪多。由于我们这个是早期地公社的物件，室内的使用空间真的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屋况，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厨房。由于我们屋龄有23年多，屋主持有了将近20年多，目前现场的器具有一些老旧，很多的地方需要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才知道，像我们现场的厨具确实需要更新，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厨房的景观跟我们的现况，像这个确实需要打掉换新的，住起来才会安心。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有电梯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
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前阳台。我们现场的格局是三房两厅两卫三个阳台，由于我们这里是边间，采光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跟我们的格局。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宽敞，现场的平数也非常的实在。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前阳台。我们现场总共有三个阳台，两个卫浴，三个房间。我们这个物件是有天然瓦斯，也有24小时警卫室管理，也有专门在处理收集垃圾的，算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这间屋主持有了20年多，屋龄有23年多，算是一个非常超值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公共卫浴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按摩浴缸，对不起，是一个普通的浴缸，可以让你们下班回到家泡泡澡。天气冷的时候，浴缸非常的重要。有些家里的老人家非常喜欢泡澡，像这种设备就非常的符合老人家的需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公共卫浴的景观。我们这个卫浴采干湿分离，应该算是把洗手台移出外面。刚刚叙述错误，请你们多多的谅解。这个地方算是我们的洗手台，跟我们的卫浴做区隔，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我先把门关起来。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屋况跟我们现场的格局。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宽敞。再一次要为你们强调一点，由于我们这个屋龄有23年多，屋主持有了20年多，
现场很多设备确实需要更新，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屋况跟我们的格局，使用的空间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参观现场，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影片中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正确，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房屋买卖最终以我们的钱赚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希望你们大家实际的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有喜欢，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我们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良辰集市，屋龄有23年多，目前屋主持有了20年多。我们这个物件总楼高有22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7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8平多。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6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7万出头，而且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非常的近，走路不到400公尺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捷运周边，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我们现场目前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
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方便，也麻烦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遭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